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你勇敢地面对自己了吗？你想要一个答案吗？不会没有人能回答。这个世界是你所想象的吗？所有的改变你都能承受了吗？会也常常想不出办法，为何重复着矛盾与挣扎，模糊不清的黑白真假，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，为何总分不清该简单还是复杂，会在心里不停的起变化，你能不能好好的想一想？决定要轻易妥协了吗？心平静吗？无法让自己更有勇气吗？为何重复着矛盾与挣扎，模糊不清的黑白真假，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？为何总分不清该简单想一想，为自己想想。